至少能够使你这一仗里头你不会着凉。那曾经有人这个游览车很冷很冷，所以他实在没有东西可以那个，他突然发现他的包包里有一把伞，他就把伞撑开坐着游览车，那这也是很特别的画面。当然，这就是旅行中人跟自然一定要想到的对应的方法。好，这个我旅行呢，有一段时间也会从北部到南部了。那到南部呢，他们说你考察小吃，你要到台南。那台南当然我们就去考察，看得很细，也很也吃了很多地方。后来我就说，那台南旁边有一些城镇，该不该看呢？它更南边有个高雄，稍微北边有个嘉义，要不要看？看，哎，也很好。那但是这两个城镇为什么没有台南这么样的响亮的名声呢？会不会它有一点寂寞？所以我想，假如它有寂寞，而它的寂寞不该永远寂寞，我是不是帮它做一点发掘？这个高雄的小吃很棒，我最喜欢讲一句话，就但是他这些小吃躲起来了，那你明明是喜欢在这些高雄的小地方把它找出来的人就很幸福，你假如很希望快速的匆匆走过就能满足你，那你就会很可惜。有没有是常常在吃高雄小吃的？有没有高雄人都只吃家里不吃小吃？有没有常常出来吃小吃？有没有早餐、中餐、晚餐和宵夜都喜欢找机会你自己一头出去吃，而不是只在家里吃泡面？有没有觉得在高雄吃泡面最快乐的人来吃？其实是啊，我相信很多人因为增加大的程度睡觉，那个泡面最后大概多少价？所以我是很开心的。所以以前是我的天哪，后来我不管是我不管是第一次做，
三楼，要从二十